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如这个图了哈，已知 A、B、C、D 是黄金矩形，而且哈 ，D、E、H、G， 好，这个是 D、E、H、G 啊，与什么呢？与这个 B、C、E、F 了，就是 B、C、E、F 哈，啊跟什么呢？跟 D、E、H、G 哈都是正方形的。这个是说正方形，这也是正方形。哦，我把它故意哈、哦，把它画稍微偏一点。它现在哈、哦，是说明哈、哦、，AHC 呢它是共线的。就是说如果这个是正方形的话哈、哦，那么呢，因为这个它是黄金矩形嘛哈、哦，那如果这个是正方形的话，这个也会是黄金矩形。那如果是这个是正方形的话，这个也会是黄金矩形。那呢，我要证明哈、哦，这三点会共线的。那我现在只要证明什么呢？证明这两个三角形相似。哦，这两个三角形如果相，因为哈、哦，因为这个是宽，这个是长嘛，这个是这个长方形的长，所以这是一条直线。我只要能够证明呢，这个对顶角相等的话，那这个就是一条直线的。哦，因为它两直线哈、哦，它的那个交乘的这个对角线哈、哦，一定会相等。也就这个如果相等的话，这个就会是一条直线。好，那我现在要证明呢，这两个角相等。那证明这两个角相等的话，等于什么呢？等于是证明这两个角相等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两个是平行，因为这是长方形。那这两个角相等的话，这是直角。啊，所以也是等于证明哈、哦，这个三角形跟这个三角形是相似的。哦，如果这两个三角形相似的话，那这个角就会呢，等于什么呢？等于这个角。哦，因为对应边呢，对应角相等。然后这个角跟这个角是什么？是那个内错角，所以也会相等。那这样我就证明了这两个相等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开始证明啊，就是说现在啊。因为这是黄金矩形嘛，所以哈、哦，这个是 phi 比一呀、啊，好，哇，这个是黄金比例嘛，好，那这如果一的话，因为他说这个是一个正方形，所以这是也是一，那这是一的话，这一段就是 phi 减一啊，哦 phi 减一，好，那这是 phi 减一的话，因为这个也是正方形嘛，所以这也是 phi 减一啊。这个的话也是 phi 减一啊，哦，这也是 phi 减一，哦，那这是 phi 减一啊。好，那现在哈、哦，那这是一嘛哈、哦，嗯，这个是一，那我看哦，这整个是一嘛，那现在这个是等于多少？这个，嗯。因为这一段是 phi 减一啊，这一段是 phi 减一，哦，因为这是正三角形，这是 phi 减一，这是 phi 减一啊，所以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一段就是那个一减掉呢 phi 减一啊，所以这个是等于二减掉 phi。好，那我现在哈、哦、来证明呢这两个三角形是相似的，哦，就是因为啊、哦。因为 EC 啊，比上呢，比上这个的话，比上 GH 哈，这个等于多少？等于一比上呢 phi 减一啊。好，按照那这个就是那个黄金比，因为 phi 减一哈是等于 phi 分之一嘛，那所以这个是 phi 啊，这是黄金比例。好，啊就。这个哈、哦、比这个啊，那我看看会不会等于这个比这个，哦，对面看会不会成比例，就 E H 哈、哦，我把比上多少呢？比上呢这个 G A， 那 E H 等于多少呢 ？E H 是 phi 减一嘛 ，G A 的话呢是二减 phi 啊，好，二减 phi， 好。那这个会不会等于 phi 哈？那我们现在来看呢，嗯，这个的话哈，嗯，我看哈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个是等于
这个哈、哦、，y 的话哈、哦，我们知道那个 y 平方等于多少呢？等于那个 y 加一啊。好、哦，嗯，那现在的话哈、哦，嗯，那这个是等于多少？是等于一减掉多少呢？一减掉 y 减一啊。y 减一等于 y 分之一啊，哦，把一过去的话 ，y 抽出来嘛 ，y 减一等于一，所以 y 减一的话等于 y 分之一，这是 y 分之一啊，啊对了，这个是一减掉呢 y 分之一，所以这个等于，这是等于 y 分之一除以 y 分之一，哎 ，y 减一啊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这个 y 就消掉了嘛。所以呢，这是 y 减一分之一啊，所以是等于 y。所以这个也是什么呢？也是那个黄金比啊，这也是黄金比嘛。所以就得到哈，得到 EC 啊哈，比上 GH 会等于多少呢 ？EH 比上 GA 啊。啊、所以哈、哦，所以三角形 CEH 哈、哦，相似于三角形 HGA。啊，所以我就晓得哈、哦，这叫角一啊，这叫角二，这叫角三好了。角一等于角二啊，哦，这对应角，哦，对应角相等。那又什么呢？又角二等于角三嘛？哦，这个什么？这个是内错角，哦，内错角。啊，所以呢，我就晓得角一等于多少？角一等于角三呢、啊？哦，这个就是对顶角，哦，对顶角。啊，所以我就晓得哈、哦、，AHC 共线，我就 AHC 哈、哦、这三点在同一直线上，那这样就得证了。